老爷的车吗？怎么就一辆车呀？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啊？是老爷的车吗？肯定不是。 你到底是谁呀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紫桃，是老爷的武姨太。别哭啊！明丽，啊，退下。 那老爷呢？老爷，他在车里。啊！爷，老爷，老爷下车呀！老爷，回家。啊啊啊！大太太，大太太，怎么了？姐，怎么了？大姐，老爷，老爷怎么了？ 爹，爹，您下来了。老爷啊！爹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老爷都死了，你怎么不让我哭啊？这车上是不是老爷还不知道呢？哭什么哭啊？对呀，啊，三炮，快上车上看看。 看看老爷脚上的黑痣到底还在不在？哎，大太太，啊，这老爷的脑袋和双脚都没了。